迪丽热巴凭借豆瓣评分 4.6 的韩番电视剧《漂亮的李慧珍》击败杨紫、樱桃和刘涛，获得视后引爆群嘲。而这一切都因为热巴虽然人气比较旺，但却没有一部口碑收视率双赢的作品，主演的几部大女主戏基本都是遭人吐槽的，反倒几部作配的角色让人看到了演技。所以此次获奖虽然过去了不少天，依然遭到质疑，而热巴的金鹰餐评作品评分更因此火速下降，低至 3.3 分。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在豆瓣原本的封面由热巴个人剧照替换成了全体主要演员的合照，这是什么操作？网友解读是讲我一个人拿锅请大家一起背。更有意思的是，10月21号，该剧男主角盛一伦转发迪丽热巴感谢金鹰奖的博文，大赞其实至名归。而盛一伦的热挺让本来已经渐渐平息的事件再登热搜。首先，热巴距离颁奖已经有一周了，如今才发文，所以不少粉丝调侃，才通网领奖没你，挨骂拉你一起了，所以你还来趟浑水，是以德报怨。更有人表示要对他粉转黑。而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他在评论区补充称不评价剧及其他，但是热巴的努力值得。而这番言论更是遭到了群嘲，表示作为男主不评价剧单夸女主，你要笑死我吗？娱乐圈谁不努力？而就连热巴粉也都未必领情，有人认为他是蹭热度，更有人说他是高级黑。对此你怎么看呢？